以后没有重要的事情，不要在公开场合见面。老板，连坤已经开始盯上咱们了。他盯上的是你，他早晚会发现你。不如雇几个高手，把他做了。杀人有很多种方法，合适的才是最好的。怎么可能？令大哥不可能跟胡四海勾结在一起。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？这肯定是个误会，或许是凑巧。况且你看到的只是个背影。阿成，你确定你没看错？小佳姐，难道连你也不相信我？哎，阿成，寻亲心切，我们要理解他。既然胡四海鬼鬼祟祟的，那么他在松月楼见的人，或许就是他的幕后老板。 前辈，您……咱们洪门的兄弟发现他，从衣物和遗物来看，是阿成的阿爸。这件事绝对不能告诉阿成。我会照顾阿成，等我查明真凶，定要他们血债血偿。 大哥，是我太冲动，别生我的气。阿成，我收你做徒弟怎么样？我会把我的本事都传授给你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。真的，阿成，还不赶紧拜师啊！师傅，请受徒弟一拜。 拜我为师，以后就是一家人。老板，不是跟你说过，没有急事不要轻易见面吗？有急事，洋人又在避之交人，再交不出人，咱们这生意就要黄了。生意黄了，洋人也赚不到钱。 要不是梁坤护着，八成交出去就能交差。梁坤现在是秋后的蚂蚱，你的机会很快就来了。老板，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你继续招人，洋人的船说来就来。不管怎样，把人数凑齐。放心吧，老板，我让兄弟们上点手段。 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大哥，不碍事。
可能最近没休息好，感觉四肢乏力。要不要帮你找大夫看看？不要，不要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咳嗽的？就是最近，可能是风寒，别担心。你脉象很乱，我怕你会生病。我自打习武就没得过病，把心放肚子里，没事儿。师傅，我看到你的枕头上掉了很多头发，不会是我老了吧？走，阿成，跟我去练拳。师傅，师傅，梁大哥，梁大哥，梁大哥，梁师傅，你脉象平和，只是偶感风寒，并无大碍。各位大夫，要不你们再帮我兄弟把把脉。林会长，我们这些人虽比不上药王孙思邈，但也算是广州城的名医了，不会有错。老弟，这下你尽可放心了，不会有事的。大哥，兄弟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你我兄弟之间，再说这些话，就真没把我这个做哥哥的当提己的贴心人。小姐，你这是？这里不适合你养身体，我收拾收拾，明日你就跟我回药炉。全广州的大夫都说我没病，我好着呢。梁大哥，你听我的，回去调养一段时间，如果没事，你再回来。武馆刚开业不久，我不能让林大哥对我失望。我信不过林如谦。小姐，难道你对林大哥也有看法了？只是一种感觉。咱们不说他了。本来我不想这么直接告诉你，昨天你昏倒后，我拿银针测了一下你的血脉，我确定你中毒了。小佳姐，阿成，你去哪儿了？师傅呢？他睡下了。我去胡四海那边盯梢，发现他去了令如谦家里。快带我去。你家老爷让我送你回老家。我想自己走，不用麻烦你们了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，走。我看到胡四海带着两个人从这里进去，我插了根草在门上，看样子他们还没出来。今天我就抓住他的狐狸尾巴。是在这儿坐船吗？
没错，老板说了，你这八宝鸭子做得不错，只是在里边多放了一位香客的佐料，这事儿老板不想让第三个人吃了。可是您已经知道了，所以要少一个人。华城，快救人！